明成化天字款斗彩波涛天马盖冠，收藏地点台北故宫博物院，文物图档编号 KEB01034200000000PAK， 朝代明，类别陶瓷器，典藏尺寸高 9.8， 通高 10.3， 口径 5.6， 底径 7.5 公分，功能盛装器，斗彩冠脸口短颈封肩脸腹凹足带平顶盖，冠脸口短颈封肩脸腹凹足带平顶盖，全器纹饰用右下青花勾勒涂染，加填右上各色材料，盖面画红彩飞象，以青花波涛纹为地，盖壁有一周青花波涛纹，肩与腹下各有一周青花填黄彩蕉叶纹，冠腹有四飞马，一红一黄二青，脚踏蓝绿波涛飞腾，肩是青花如意云纹，平底中书青花天字楷款。金源定窑白瓷花卉文碗，收藏地点台北故宫博物院，文物图档编号 CEB00340N00000000PAK， 朝代金，类别陶瓷器，功能盛装器，制材矿物陶瓷，长口大碗，弧形深壁，平底圈足，全器施牙白色釉，釉色莹润，口圆无釉，镶铜棱扣，外壁华式转制莲花或萱草花，碗内光素无纹，圈足圆平齐露胎。明永乐青花花卉纹葵花饰盘，收藏地点台北故宫博物院，
文物图档编号 KEB016063N000000000PUB， 朝代明，类别陶瓷器，典藏尺寸高 2.4， 口径 22.1×19.5， 底径 12.5 公分，功能盛装器，制材矿物陶瓷，盘子磨制而成，呈八瓣花形，折沿带宽唇，低浅壁，矮圈足，胎骨较厚，出气底无右漏胎外，内外壁皆以青花为饰，口唇上画海水波涛纹，内壁画番莲花八枝，盘心一圈内划折枝牡丹，外有云头纹及花卉装饰，外壁画折枝四季花卉八组。景德镇珠山遗址可以看到尺寸相仿佛的洪武时期杯盘组合，洪武时期的作品在盘心处凸起一圈来放置小杯，永乐时期的作品则以绘画纹饰一圈取代洪武的做法。
釉质不透明，釉表满布大小纹片，大纹片呈色铁灰，小纹片作网状，呈色金黄。内底因烧造留下三块渣柄，周边环绕六枚炙烧痕。短筒形香炉，脸圆口，身直臂微外鼓，平底下接三个梯形短足，外底中央凹陷形成一圆形浅槽。玄器采之，便并用装烧，内外试青釉，烧后呈色米黄泛灰，釉面出现深浅两种灰色纹片。足端无釉涂酱汁，局部显露出灰色胎。内底周边粘附三个渣柄，外底圆槽周缘有六枚掷钉。内底粘粘渣柄的现象，亦见于元青瓷海棠式盆，故4017188。